莫和桑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So